啊，咱各位同心，大家早安，大家好。先望看有发烧无？那么早起吼，我想讲今日也袂困醒啦吼，啊，我先讲一个马英九的故事来向大家分享哈。马英九带白副总统，啊，搁迄个江院长，吼，坐直升机要出来视察啦。啊，这个江院长就讲哦，啊，伊有扎1000块，伊就讲，啊，我甲1万块拿来个包做一包，那单位吼，下骹的人捡到，吼，迄个人一定足欢喜的。啊，白副总统就讲啊，你遐讲，你买啊，甲拆做两包，包5000，5000，单位起码两个捡到，都两个欢喜啊。啊，这个马卡龙哦。伊都讲哈，煞买啊个分做10包，1000块安尼吼，包落个单落。啊，即马都有10个捡落欢喜啊！啊，迄个使无人机个驾驶吼，准额头个讲，你哪会无爱家己包做一包单落吼？安尼全台湾2300万人拢欢喜，吼安尼对吧？好 ，OK， 好。啊，希望是安尼啦，好啊，无即几年啊，大家过了足有足嘞吼。好来，咱讲到这吼，来，好好意啊，表示讲我这时间佫讲无偌久啊啦。来，台湾是一只袂沉的防空母舰吼，这是麦克阿瑟将军讲的。伊讲我佫派较侪飞行机来炸台湾嘛，炸袂沉。我迄阵。开始咧，菲律宾占领了吼，甲占为日本的手领，佮占倒转来，开始为菲律宾吼，也是因航空母舰派飞行机起来咧炸台湾安尼吼，较炸嘛炸袂沉吼，啊所以伊阵甲台湾讲，这是一只袂沉的航空母舰。那么咱台湾人应该爱亲美日来共同防卫台湾。那么马英九伊就任起来做总统了。一直咧想办法要甲咱谈日本、美国来切断关系吼，啊，利用一挂事件，譬如讲，咱两年前咧马奇奥吼，一个迄个明星，跟伊个男朋友拍咱台湾的客轮车司机有无？好，电视透早报个，暗个人宵夜嘛咧报，连续报一礼拜哦。伊就是要支持咱台湾人对日本人。也讨厌哈，迄个反感对个。好，啊，过来利用毒美牛事件对吧？伊刁工写了一寡资料给另外的这个立法委员，啊，另外公公，哦，就把遐资料摕到哦，美国要要求咱进口美国的有迄个瘦肉精的牛肉，要有咱台湾人食，哦，啊，这是毋是造成？你美国讲，等于咱认为讲美国是歹心，吼啊！其实你甲想讲，若会当通过美国的食品药物安全局检查过吼，同意的物件，美国人的身份地位，敢会比咱台湾人较差？袂啊！若美国人会当食，同款应该咱台湾人会当食，吼。啊，只是讲，你政府要用什么方式来条件交换？我还进口你一部分的牛肉，要有那个数量的限制，唔卡对，唔是单纯讲，哦，迄礼拜啊，就要毒死台湾人，国民党做个用这款方式来和咱来反美，啊，其实中国人伊知影，伊来遮是寄居，是假生伫咱遮，你输咱遮的血光，吼，哦，啊，所以因知影讲。伊若无好啊，甲日本、甲台湾、含咱台湾人的感情跳线吼，因要搁大家徛起困难。尤其咱已经告美国，告甲美国爱配合咱台湾民政府吼，甲咱台湾民政吼斗相共讲，以后要接政权，所以嘛知影讲，因真正住台湾搁接无偌久啊，吼，所以因足烦恼，一直咧想办法要拖延时间呢。都拖无偌久啊！哈，好，那么我来想讲，咱
台湾这边啊，这罗马国家不惜虎视眈眈，足想要甲台湾拆家落北安尼。啊，日本伫咱的北边，啊，美国离咱遮远。有时啊，我是咧空虚妄想啦吼。那拢咱台湾民政府执政了，来开国际标，开两标了。第一就是讲，和全世界上聪明的科学家来发明上大机、阁上大机啊！吼，为台湾下骹吼，啊，机要开啦！吼，啊，阁来发明上有力的引擎，吼，啊，为下骹甲倒咧！啊，准甲塞塞塞塞塞咧，差不多美国的加州的外海遮吼，啊，找一个较适当的所在，甲搁浅了对吧？袂使侵入领海哦，吼！啊，差不多吼，这个位置啦，吼，哦，啊，这个所在气候跟这个纬度差不多了，吼，南加州呀，吼，啊，我去有个圣地亚哥呀，吼，啊，那风和日丽啊，哦，空气阁足好诶。因为咱迄阵伫遮吼，足惊阿公阿迄飞弹，千几粒对咱诶，啊，你若甲塞咧，甲冲来伫遮吼。一飞弹就射来到这就落落啊，无多射这远嘛。哦，哪天安尼唔知偌好咧吼、哦。啊，强人讲要真正要做洲际飞弹，要射来到这远，爱做足大粒，爱去足贵的，迄一条拢爱贵啊，一个迄个人民币呢，吼、哦，伊无遐侪钱通做遐侪粒。啊，那么如果射到过头去，射到美国，哦，引起中美大战，美国咧找无机会要来修理阿强人咧吼。哦啊，这是我的空虚梦想哈。好，那么有足侪媒体咧报讲哦，即马阿强啊，军事武力偌强哈。但你要看，俄罗斯据说拦截钢索，和这个海中国的航母变作驳船呢。你那飞行机要伫航空母舰降落，大部分拢爱用这个拦截索哈，来拦截救了，啊，动起来。无伊个喷射战斗机冲得遐大吼，刹车挡袂掉，哦，你若硬要刹车，连来连崩。好啊，现在俄罗斯不爱阁卖这个拦截索，就是阿强啊，甲苏联买，好，甲俄罗斯买苏凯27，好，比如表里讲，本来讲要甲买300架，但是一个高价差不多100架了。阿强阿动来讲好啊，我无爱去买啊，因为剩了我要家己做啊。伊就讲仿造的对啊，仿造苏改27，所以买啊，买去甲苏联买苏改33，伊短跑起降的吼，哇，俄罗斯不爱买伊啊，伊就按照讲遐买来下到这个航空母舰顶管，啊，所以你看，连一条 YS 阿强阿家己也无多做，啊，你莫看一条 YS 呢？你用那高科技的哦，金属材料呢，伊得爱有够韧、有弹性，佮有够用，袂许喷射机冲了安尼会插断呢。哦，虽然看是吊外设呢，但是这是高科技产品。哦，你的基础金属这个研发哈，那无多做这个合金出来哈、哦，你无多做这条外设哈。啊、哦，所以你甲看，加金嘛，我也毋捌看到。迄、那个，哦，即只，甲乌克兰买的康卡船，倒来倒十几年，甲倒好，甲你倒伊的原因去哩。因为乌克兰要买伊的时候，甲内底原因拢甲拆拆掉，甲武器设施拢拆甲船康卡船。啊，因安尼拖，为乌克兰拖差不多2年，甲拖倒来到因的，迄、那个青岛迄边，哈、哦。啊，你啊看，啊因嘛倒好啊，哈、哦。差不多10年的改装哈，即卖咧出海市场。啊，你看这眼影，看有够老哈，拢加乌烟。啊，这款的若出去吼，咱唔免用什么卫星定位，啊，都看遐咧青烟啊，飞弹乌鸦个射都拍都对吧？吼，啊这有够老贵的啦吼，眼影做个加乌烟加个呢，表示因的眼影的技术要足差。包括因即马目前家己做迄个歼十啦吼，歼十一即款战斗机，因的原因，要阁是甲俄罗斯买的呢。
应该你投的原因吼，袂堪你去你顶馆背几十点钟，就爱落来大修啊。因为去你到顶馆，你的原因足得配件，爱耐冷热胀冷缩吼，因为去你高空的时，这个冷，那个空气足冷，啊，你底下甲你发动是烧的，爱热胀冷缩，原因足得拢熟悉吼。啊，所以即代吼，伊拄开始吼。甲乌克兰买的是伊号做瓦良格号啦吼，啊，这瓦良格号吼，那用台语甲翻译讲瓦良公号啊，吼，啊，今仔两公你看啊，青烟青烟呢，啊，佫无难解锁，吼，所以我毋捌看到一只伊航空母舰顶有只无人机讲飞落来啊停了航空母舰顶啊，毋捌。啊，咱即马甲笑吼，伊即马又搁改名，改做“私人号”。啊，“私人号”你甲用台语读“私人号”。吼，啊，咱即马甲笑吼，伊嘛有够无民主，因为伊是讲要和私人，就讲私人是带清兵来拍郑成功，伊叛将嘛。吼，啊，所以甲郑成功消灭掉去，吼，啊，定郑氏王朝消灭掉去。伊按照讲要和这个名。要来替台湾对个，唔知讲咱家笑一下吼，伊即马歹势佫改名，佫改做辽宁啦。哇啊，台语讲读个讲辽宁啦。哇，你看这可怜吼，啊，即马咱佫来笑伊，唔知要佫改啥名，唔知。吼啊，两公佫西人啊，啊佫辽宁啊，这是啊，佫青乌烟呐。哦，啊，航空母舰。全世界航空母舰顶原无下迄个战斗喷射战斗机，拄啊一只，就两公号一只，我两公号一只吼。OK， 好，即马人讲，好阿强啊，即马有钱啊，会当用钱买科技吼，好做因的武器足强的。但咱来看，科技就爱看太空的这个吼，当时苏联是安怎会崩盘？就是雷根吼，1980年代雷根去咧做美国总统的时候，伊话就咧讲要开发星战武器，就是伫外太空用镭射枪吼，啊是镭射炮，要来拍全世界的啊，啊为高空呀一定发展太空武器，好，苏联完了紧张惊着，就请所有的。全国的力量拢咧发展，原来要弱美国就对啊，弱一个因家己吼，算物资拢规个资源拢下伫军工科技顶端，煞民生用品煞开始欠款，佫无钱吼，啊，所以要向外国买这个粮食，本身煞因物资迄、那个啊怎啊，通货膨胀吼，钱拢爆去。所以因咧买物件，买面包，哦，买食个物件，爱排队排规半工，安尼造成讲，干那为了食，浪费足侪时间伫遐咧排队。所以到尾啊，你看苏联阵瓦解，哦，就是因把所有的力量拢起伊咧弱这个军事科技的武器顶关顶。歹势我开一个电筒啦。那么苏联解体了，即马阿强啊同款，我那开始用真大量的这个金钱吼，甲人力物资拢咧发展高科技武器。但是你甲想，美国伫41年前就已经登陆月球，或者阿姆斯壮吼，就撞上月球了吼。那么你甲想，40年前登陆月球，阿强啊即马伊到。2012年，他在学习太空舱对接。好，表示这要查状啊，他在学太空舱对接啊，太空的漫步。好，啊，当然即马有什么玉兔号，伊有一个登陆小艇，会当去到月球，但是到真正人直接登陆月球，哦，甲真了无法度。起码安尼就差41年啊！好，那么美国的海军伊有只这个
朱瓦特号，哈，一千型的这只，已经有伫顶端装这个轨道炮，哈，啊，迄个轨道炮，那射出来炮弹，哈，是会当射到150公里啊，哦，所以伊伫离你中远呢，伊就会当射这個炮弹去啊，哈，啊，这成本作秀的，因为免头前免用底火，免甲。这个敌火来把这个炮弹射出去，伊用轨道，用迄个电力，一届电力无几块美金，吼、哦，安尼就当把这个炮弹拍到差不多150公里远，吼、哦，啊这对于美国的这个炮弹的成本咯，嘛继续升的吼，好，啊，拄啊这个讲雷根总统的新战计划的1982年迄个时阵。因得用人造卫星来甲洲际弹道飞弹来保护美国本土，因有一个成立这个太空司令部啊，美军的太空司令部啊，炸的有啊哈。好，来啊，有真侪人讲哇，台湾经过多年来民主选举了后，逐渐转变做主权独立的国家。哦，这听起来敢那合理呢哈？台湾安尼。一届选举，一两届选举，一直选哦，到要逐年选啊！即卖已经变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啊，咱来甲检讨看卖，国际法无即款的法官，好、哦，咱秘书长捌比一个用啦，经典，伊讲你脚踏车甲骑，看看骑到久，即台变变住的，啊，敢有可能？吼、哦，还是讲你讲逐渐转变变主权独立的国家？哦，这过去。无这个国际法，国际上嘛无这个先例哈。过、哦、来，台湾的战争在阿未形成，主权要抵押伫美国手里。啊，你看拥有主权这个日本天皇，哦，咱拢无去共问讲，啊，要安怎行这个战争债？啊，你行了，要安怎去向日本天皇，看是用买，还是用什么条件，一定摕到台湾？哦，拢无。以前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哦，以前咱唔知是拢以为讲啊，台独就是阿强啊，要甲咱拍，其实唔是，是美国这个债主，哈、哦，要甲咱拍，这地底下伫我手里，还袂提现金来行销，啊，你就要甲我提去卖掉，较有可能，较有一定帮你去，美国是全世界的老大哥，较有可能。凊彩讲，你要甲我退去就退去，吼、哦！要退会使来，尽力来甲我美国拍败，安尼我甲台湾扭出去嘛，吼、哦！啊，你看咱敢有可能拍赢美国？困难吧，吼、哦！好，我来分析新日本国家大日本帝国，好来。这個、红色的，就是较早大日本帝国，哦，包括新南群岛，新南群岛就是南沙群岛呀。就是新发现的最南端的岛屿，叫做新南群岛啊。啊，中国有琉球啊，哈，这种啊，掌握的讲，日本、韩国、甲台湾拢受美国控制，伊的核武研发啦，啊是飞弹的射程啦，啊是战争时阵的指挥权，哈，拢受美国掌控啊。啊，咱来了解讲。即卖日本，新日本，一定是背叛大日本帝国，吼、哦！因为咱就是大日本帝国是跟同盟国咧修建的，啊，同盟国帝国在一个国家尾啊，吼、哦，伫1945年10月24日迄天成立，变成联合国。那么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了后，隔年日本政府加入联合国，就是加入同盟国意思，加入到敌对的阵营，啊，是咪背叛大日本帝国？哦，所以这新日本是干那遮尔，都不包括韩国、台湾咯。你注意看，大日本帝国是这红色个遮，叫做大日本帝国。那么。波斯坦宣言就是规定，第二次世界战争结束，日本干那会当保留北海道、本州、九州四国，哈、哦，这四块大岛呢，
哦，其他韩国可以独立出去哈、哦，啊，台湾割让，唔是割让，放弃哈、哦，放弃管辖权啊、哦。OK， 好、哦，那是1956年加入联合国哈，第一等于1956年叛离脱离大日本帝国、哦、啊，表示啦，大日本帝国跟今麦新日本国是无共。即卖日本是一个自治政府呢，吼、哦，暂时乎你家己管家己无唔得，但是真正的主权还佫是日本天皇手里，吼、哦。那么即卖新的日本嘛，唔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一个国家，因为伊迄个限制袂使有军队，哇！那一个国家呐无军队，即唔是百分之百主权独立的国家。啊，佫要用和平线来限制讲，你没有宣战权。你若独立自主，就是我要爱做啥，就我家己决定好就好啊。好、哦，所以为啥你也看个？哦，新日本国跟大日本帝国是无共的哈、哦。啊，真侪人拢讲哇，只要认同台湾，就是台湾人哈、哦，而且爱台湾的就是台湾人，而且住伫台湾的就是台湾人。哦，啊，就有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的人拢啊呐，啊，我认这是以上皆非啦。啊，你若认同台湾人，我胡锦涛嘛认同台湾呢，我嘛足爱台湾哈、哦，胡锦涛嘛足爱台湾，即卖江泽民嘛足爱台湾，哦，啊那爱台湾拢会当变做台湾人，哦，安尼中国一大堆人拢要走来呢，好、哦，啊，我讲住伫台湾的台湾人。唔是中国1949年遐难民来，包括因的后代，迄唔是台湾人，吼、哦。所以美国叫咱爱发台湾政府身份证，就是要甲台湾人跟中国人分得清楚，哈、哦。OK， 好、哦，另外有这个 TW， 这个 class 这个分类，哈、哦，开始加讲本土台湾人，哦，以后就是有这个身份的人，你决定台湾的前途，你家己管理台湾，哈、哦，家己主地，哈、哦。这条新闻足重要，就是安尼哈。以后民政府执政，那41万分以前，才应该才先行者，吼、哦，咱的福利会特别较好，吼、哦，比一般后边较佫入来吼。等咱执政了，较认为讲，哦，到民政府这对的，吼、哦，迄因的福利就会属咱这的先行者哈、哦。好，啊，这是咱拄啊，迄个新闻就是依照这个公民权利法案。咱有这个法案，这个做法院，咱才会当发拄啊个身份证哈。那么咱每一工讲就是讲，咱有做这个小卡片啊，互人看讲我是台湾人，唔是中国人，啊，我爱台湾，我摕这张身份证，吼、哦，唔是摕这张，哈、哦，安尼来讲宣达，哈、哦，啊，这咱个申请书，好、哦，好、哦、真重要。实施有两种。台湾也有两种，你要听清楚哈。一个政治的台湾，哈，咱张秘书长有讲，即马要有台湾自治，是咧讲即马这个政治台湾，哈，台湾独立当局了哈。伊的头家是美国在台协会 AIT， 顶管的头家是美国的国务院，总头家是美国总统，哈。那么，咱台湾民政府是法理台湾，哈。所以，咱的民政府头家是美国台湾军政府哈、啊。那么，顶管是美国的国防部，顶管这个头家嘛是美国总统，因为这拢属美国的行政的团队内底。哦，所以国防部伊是讲法律的，所以国防部你讲话拢足中肯的，袂偏来偏去。政治的台湾，这你知影讲？政治哦，朱高前讲的高明的骗术，见到人讲人话，拄到鬼讲鬼话哈、哦。所以这边会让收音地变讲东，那边讲西，以时空环境变化的讲话无同款。但是这边就死定定，法律定好啊。台湾发生危机，国防部哈、哦，像1996年台湾飞弹危机有无？总统随下令叫国防部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来过台湾，哦，
这就袂当走险的。法律安怎规定？你总统若无做，你就渎职，哈、哦，法院会甲你起诉呢，哈、哦，等你下任的事。OK， 好、哦、啊，所以咱是这边，咱这边做咧讲的法律，咱袂在乌白偏。国际法、国际战争法安怎讲，咱就安怎行，哈、哦 okay ，这点咱来理解，哈、哦。好，不然本土台湾人的寄望吼，这张有水无？吼、哦，发甲青青，这伫台南成功大学内底迄张榕树吼。我甲讲，这张就敢若国民党，好、哦，伊发根安尼伫下骹盘根错节，乌刀白刀白兮兮咯，吼、哦，在台湾咧输咱台湾这块土地零水。税金会官，吼、哦，安尼食甲安，遮大张，吼、哦，啊，咱就讲，咱要甲安罗岛，吼、哦，啊，咱有三明治，有三立电视台、民视新闻、自由时报，吼、哦，说这三明治，吼、哦，遮拢咧甲骂，要甲骂罗岛，无效，骂十几年吧。最近这电视这个争论节目，吼、哦，也是口音节目。你等于想咧，伫只大丛树啊，咧甲树尾咧遮风台尔，上加是树尾树啊，可能要扫一寡掉，对这丛树啊生命无影响，吼、哦。啊，所以风台过，就像我昨讲的，台湾人受气的时，啊，就台北一日游办一场啊，搁花呀，哦，所以拢无效，所以伊嘛是规丛伫遐好，无，吼、哦，无损害。但是咱台湾民政府所讲的是用法律。法律就是咧乌伊个树啊根，咱要甲乌断，乌断伊就树无物件，到尾伊就爱连伊，风吹伊根怎啊挽袂掉，就变过啊，吼、哦！啊，这是我是用安尼咧讲做一个假梦吼。啊，台湾有水无？这2008年11月我去爬山吼、哦，啊翕个哦，真了有水，但是水人无水命呢，吼、哦！台湾人人爱。所以四八年来，拢外国人，你甲咱管，咱拢做奴隶，吼、哦。咱拢在做人的基地啊。荷兰人来，咱是伊的贸易基地，吼、哦。在台湾出鹿皮，吼、哦，啊掠乌鱼有无？吼、哦。较早若要掠乌鱼，爱去甲荷兰人请这乌鱼链，你著爱准定扎插个乌鱼链，才能去掠乌鱼。以前乌鱼足多啊，这个吼。伊你嘛用鱼吼，啊！你要注意咧，乌鱼有时啊两斤小龙吼，会规个乌鱼条夹开，两斤几啊十万尾安尼龙咧，准铺开咧，啊铺开了放落来，啊你若拄啊伫个边啊，较早船啊细只，规个放落来，你迄只船啊又跌沉去咧。我你看较早乌鱼坐到即款，好，荷兰人又郑成功赶走了，换台湾变作郑成功的反清复明的基地，对吧？一个变的变人的基地，好，台青来，台青变作在台湾要贪钱的哦，三年关两年满哦，贪钱的这个基地，伊干那来要歪过钱呢，也无要甲咱建设212年无在条为家人到屏东做一条纵贯线，日本人来了10年就甲这条纵贯线拍通哈，过、哦、来，换日本人来，哇，咱变伊。迄、那个前进南太平洋战争的前进基地，哈、哦。啊，我即马中国国民党来，蒋介石来，咱一个反攻大陆的复兴基地，我七八年来拢咧做人的基地。啊，你注意啊看，遮水的顶端，遮是一个九鹏湾，哦，满洲的东边东海岸，九鹏湾的飞弹的试验发射基地，哈、哦。所以咱拢咧做人的基地，吼、哦，啊，唔盲讲台湾人，互咱美国人，互咱自治，咱家己较正宗咧，真正好啊，甲台湾治理又好势，吼、哦，来将像日本当时来甲咱治理的时，互咱台湾变作世界先进的国家，安尼好，多谢各位，谢谢。啊，各位同学，咱下课休困10分钟，好，下课休息10分钟。哦，这里有几位同心哈、哦，就是你们资料没有齐全，等一下到一楼办公室那边补写一下你们资料。新竹州林清汉、林真华、
宜蘭州蔡孝昂，高雄州洪秋豪、黄月华，以上几位到一楼办公室补写一下你们的资料，谢谢。